欢迎收看国光帮忙。欢迎光临国光帮忙，我彭彭彭彭徐光涵，大晚安。在后面的是，大家好，我瑶瑶。嗨，瑶瑶。瑶瑶，请问一下，你如果要交男朋友的话，你会很在乎他的外表吗？外表哦，还蛮在乎的，因为我觉得一定要看得顺眼，才会想有在一起的欲望。所以这种叫做说实话的女人，对，诚实。很多的女人讲说，我只在乎她的内在。放屁！其实外表长什么样子还好，我们小所谓小小的测验，瑶瑶，我们三个你选哪一个？如果今天交男朋友？啊！可是因为我对你就是没有什么可是，你就选单就外表了，直接。单就外表吗？你不要去怕自己以后路难走。干嘛威胁？就外表。那不可否认啊，是孙鹏大哥。诚实。所以你们看男孩子第一眼就看外表喽？就是，除非有认识。才会说，就算不好看也觉得在一起 OK。哦，所以走在马路上的女人看男人第一眼的外表，肤浅。再来，呸！再一个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想干条脏话，算了，对，那就算了，好不好？那今天我们请到这两位特别来宾呢，哎呦，他们要对这个议题要好好讨论一下。女人真的只爱帅哥吗？难道女人都不会看到我们男人内心中那种才气吗？对不对？讲的有点辛苦，没有，我讲讲的才华，看不到我们的才华。但今天请到这两位呢，哎呀，厉害，怎么样？骨子里都是有东西的。都有一些骨髓，他拜拜，两个人都有悲惨的过去，而且都很有才华，才华，才华，才华。欢迎我们演艺圈里面下巴最长的陈为民，还被打最惨的九孔。根据调查，有76%女生对男生最注重的事情就是这男生有没有内涵，而更有高达83%的女生其实更注重外表。难道说这是帅哥成王的世界吗？还是说丑男都在第一时间被否决了呢？今天的国光帮忙，我们请到了四对头九孔还有陈为民来帮忙，让他们来告诉我们，是不是女生真的只爱帅哥哦？三人半，三人半，丑大贵，丑大来，丑人，小伟，丑三人半。等一下，不要过来，冷静一点，都不要过来，冷静一点。你们的节目太可怕了。上一次节目，我告诉你，可能要休养3个月。你这个事件以后，我们很怕搞笑艺人有这种精神方面的疾病。我觉得你们真的出手太狠了。不是，我们这样好了，因为特别节目啊，有些观众出国过年，我们先还原一下当天的情形。不要再打我了，不要再打我了。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呢要就只是示范一下。我跟你讲，我这从头到尾我就戴这帽子了。好，你先站起来。哎，真的吗？真丑啦！哎，没感觉。哎，还是昏了。好，来起来。其实啊，很多人如果说过年放假的时候出国去玩啊，没有看到我们的特别节目，不知道这中间有一些因缘在。那我们要还原事实的真相。好，来看一些历史镜头，请看录像。乖。我做节目这么久，我跟大家报告一下，以前呢，我都不会站栏，然后常常把人家打受伤。结果搞得这个老家伙已经出道20年了，还不会站栏。你大过年的，你要出人命啊！哇塞，我自己都没有看过，太好笑，太好笑。没事，这个老家伙我们就不要理他了。巨星，巨星，反正他已经过去了。巨星，换你们三个。巨星来嘛，你们当红的，你们旁边你这么开心，不是，我们有一点的交情了嘛？你在那边袖手旁观那个样子，我有看到哦。还有你，最重要的是你，你是我大哥，我跟你拍了那么多戏，对不对？从灰灰母流席，侯立威，你也我大哥，你在旁边都把我出气的，就你在旁边笑得比谁都开心。而且还偷偷问，还打了一下。不要再讲，我突然又想到我当时出手的理由了。你不要再讲，差不多这个样子。不要再讲，我跟你讲，都是你，我亲你一下，他就你们两个是在一起的吗？不要再亲，我就在那边亲一下，然后他就冲上来打我了。
算了，你来看戏的、啊，我还好。为什么？你年纪这么大，你都不来救一下吗？啊，小伟，你那时候为什么出手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？我亲他干你什么事？啊，你要不要冷静一点？冷静一点。怪不得很多综艺大哥都讨厌你，张飞也讨厌你，综艺大哥大，九孔也讨厌你。不是，我觉得现在是因为九孔红了，比较没有办法忍受这种，肢体的搞笑。哦，我觉得。那你告诉我，你不要瞪我，我不是说你大头症，我觉得就是人到了一个，我是大头症啊，我头被你打的都变大了，大头症，我被你打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刚才说你终于知道原因，什么原因？你讲太欠扁了嘛，什么表演方式？人家是主持人，我们再把刚刚的出场重播一下。他们一屈中恒一个月讲的话都还没有你刚刚那一段讲的多。你不能怪我，因为你们没有效果啊，懂了吗？你以为我就这么贱吗？你问你们优的话，哎，把那个干嘛这么累呢？那个束紧子那个先准备好，我看等一下又要被扭，冷静点。小伟为什么会扭得那么大力呢？我真的不觉得，我觉得不觉得，因为你问他就聊我是那种毛起来啊。我就毛起来，我就不管了。有嘛？以前他跟我两个跟瓜哥嘛，我们一起录个节目。对，瓜哥大概也是客套，没关系，等一下你们就真打，那样才有效果。然后跟小伟一对眼，别他打瓜哥，喂，打了。他真的还蛮爱演，从那一次以后，他每次看到我，他一看到他就先演一个恨，然后再跟我打招呼，先演恨，爱演。我们曾经合作一个案子，就是周华健跟任贤齐联合出的一张唱片，在那张唱片的宣传期呢，他才让我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人的忍痛程度会不一样。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。我比方说像您常拿那个棒子，那我自己会试，就是狠狠的打自己，会叫别人狠狠的打自己，你就打就觉得好没感觉哦，好，那等一下录影这种方式来打别人，应该也是效果很好，声音很大，但没感觉，就一打人家就跪下去，眼泪就流出来了，怎么办？他的感觉就好像是卖葱油饼的阿诺，一天摆个葱油饼魔王，卖葱油饼的阿诺，他卖葱油饼的嘛。那有时候三温暖我喝醉了，然后泡三温暖，他试水温有没有？哎，不烫不烫，那我整个丢下去上气，就跟瞎子一样。他那个出手。真的没有办法，我真的，其实我也不能怪他哥，我本来要翻脸了。你看刚刚起来有没有？起来那个，然后讲了一大堆，本来要翻脸，过来一看到伟哥比我大，他说我一回头马国碧白云。其实我觉得人是会有那一股的那个，对对。那我觉得是要反省。如果说我去练点少林武功，我就不觉得痛了，这很重要。因为有些人他不是故意的，我相信他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他觉得这样很好玩，而且他觉得很轻，真的是很轻的。我不但觉得很轻，而且我觉得我用我的方法，我什么方法呢？我其实是我把这个我的手固定在一个位置，让这个拳。我跟你讲不清楚，我们今天再。不要，试一遍。小伟，你刚才说每个人耐痛程度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你不要我们来试一下，你来勒一样的力量，我们大家来试。哦，好，来，那你先来吧。先，你先真的，我们一人试一次。其实我没有勒，我就是这样。我就是你那天的情形，那天的力道演一遍，从对对对，我的力道就是这样。没有，我当导演，你就是干嘛？你在这边，你要真摔他们啊！然后从那边亲一下之后，你就冲上来，然后就再拉下去，然后就停。不要，哎，他们三个真的不能真摔啦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两个录完影还是会报仇的啦。你看那个脸，不对，重点是你把他给摔了，哎，我就顶上来了。你什么话？小伟，你就真的勒的力道让秋恒感觉一下，是不是九孔糊弄的？我真的是这样。已经在笑了，我是这样嘛，就这样，对啊，我是怎么样固定一个？不是，刚刚其实勒的还好啊，是他那个翻过我的时候压在我身上，翻过来。我其实真的就是让我的这个圈圈是固定的，让你的头可以在里面这样转。那他怎么会说他？断气了，没有，你那天我卡住了，我没有办法转。而且他还不能呼吸哦。其实真正用力是这样，我还以为我是鱼哎。真正要勒脖子用力是这样，对，你用力。这
时候要上字幕了吧？危险动作，请勿学习。各位小朋友，他们在试验啊，他们没有在玩啊。这个是真的，这是真的，这是真的。等等我，你感觉快中风了。可是我等我拍三下，你这要放。我的，可是我真的不是这样去勒九孔。我知道，你知道。那我们要让人家知道什么是真勒脖子。你要我真勒吗？真勒，但是我拍的时候你要放手。哦，你也会怕。先讲好你怎么拍。好，OK 啊。用力了哈，去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开始这样，一直持续到一个钟头，我们看到底会有什么下场。不拍就不要停哦。华达。你们真的觉得女生只爱帅哥吗？第一个印象当然喜欢看帅的东西啊，嗯，对不对？那你帅的话，其实先天就占了优势了嘛。你像这种长相的，下巴那么长，他怎么可能？你第一个看到他，你会想跟他做爱吗？不可能嘛！我不相信你问那个妹妹，你看到这种长相的，第一见面就会在路上，你走过来碰到，你就想跟他做爱吗？不会吧？来，再过来。可是问题是伟哥，伟哥看到你，他第一个想法就想跟你做爱。就差异在这个地方，男生和女生其实差异在这个地方。哎，你现在很了不起，你现在硬是有本事把一个那么圆的妹妹给叫到这里来，而且还是没有动手哦。对，哎，那他们都不会看到你的才华。其实你平常跟女孩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常常会讲一些笑话啊，你常常会表现出你的专业啊，难道他们看不到这一点？没有没有，我觉得是这样。我觉得女孩子觉得帅呢，跟我们认定的帅是不一样。嗯，比方说我们的世界认定的帅，那就金城武嘛。嗯。孙鹏嘛，嗯，对不对？那可是为什么在座其他的妹也很多呢？结婚了呢？我觉得女人看的帅是，你这个人有没有自己的味道？嗯，女人看的帅是这个东西，所以很多的帅是我们男人觉得，你像流氓或者是根本痞子一个。可干嘛是骂我？我是举例，可是女人会很喜欢。我要习惯动作是朝右边，那你看我在哪右边？对对对，对，所以女人会喜欢这样的帅气。比方说我们年轻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去 pub 里面把。后来认识九孔以后，都是九孔去把，对，都是我们那边的小弟，哎，都是我们坐九孔，那一桌，哥哥没错，那桌子，那三个女生，好，没问题，对，去了以后呢，他一过去，只要一到那个桌子站下来，我们就假装不认识他，为什么？我们永远跟他讲 B 桌，他就跑到 A 桌去，然后 A 桌都很丑，他走过去还是。对，然后一走回来我们都不见了。哎，哥哥，刚才电话要到，不是电话你自己留着。永远呐，没有把对过了。但他真的没有，蛮有办法，出手一定有，一定有。所以说，我不是为我自己的时候就一定有。那反正我为我自己的时候就很腼腆。反而我喜欢这个女生，我就不太敢跟她讲话。刚从空军官校退，我们就认识她，你知道。然后顺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外面夜店鬼混，然后混顺着，哎，我带一个小弟给你认识，撑头啊，空军官校高帅，刚退学，但很屌。一开车来以后，我第一次看到九孔这样，帅哥，在撇树啊，对，然后在撇树在哭，然后顺着就是哎，最大的就是伟哥，为什么？然后我就心里产生很大的疑问，甚至刚刚跟我讲说这个很屌啊，很会搞笑，来一撇树一哭。刚被学校退学，然后女朋友散了，心情不好。那个时候，就所有悲惨的事情都发生在我身上。对，然后呢，然后就没多久顺子就发现顺子请他开车，就当他顺子司机。对，我就想说，哇操，空军官校开飞机来开飞机，屌呆了！我告诉你，真的屌呆了。他每次开车，我们不是都开那个分隔线跟分隔线中间，他不是，他一定把他自己呢放在分隔线的正中央，一定要跨两个车道，永远哦，他不是故意的，他开就很自然，就自动修正成正中央。然后你不讲他，我们有时候聊天聊来万一转，刘文你干嘛？他又再开回来。然后有一次偷偷摸摸开顺着车道那个到深坑，晚上我不知道去深坑干嘛了，就走，发现走错路，一走错路我说，就真错了，我们应该回转哦。他一哦以后就立刻回转，根本不管那个地方有没有回转，然后直接杠杠杠杠，然后就跨在人行道上面。然后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说，伟哥，你走慢了一点。那我不是在那边，那时候不是在那边掉吗？然后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说，伟哥，千万不要跟顺哥说。那他很诚恳握着我手，九孔，
我一定不会讲。结果就是他讲的，就是他。你为什么要出卖我？对不对？你为什么要出卖我？这十五年了，我一直不想讲。你为什么要跟我讲说你不会告诉帅哥？那你第一个晚上就告诉他了，有没有？听到这边，我是一个不讲义气的人，对不对？他超级讲义气，对不对？接着不到一个月，顺子就把那部车卖了。卖给车行可以卖45万嘛？没有，他卖给你是37万、36万。没有，我才 A 2万而已。对，卖给他三，他说，哎哥哥，那我没车，他把你车卖我。结果你就买了以后转手一转手就卖5万。你告诉我谁没有义气？没有，我有老师跟他讲，我缺嘛，我那时候需要那笔钱嘛。我们如果说不缺那个钱的话，我干嘛去 A 这个钱？还有那个小动作，嗯，对不对？你现在叫我你的车要给我，叫我去卖 A 2万，我才懒得帮你搞了，也不需要了嘛。但是我真的需要，我真的需要，但是我用我的自己的智慧去赚了这个2万块。了不起！我跑了多少家车行啊？厉害！终于有一家估的最高的嘛。嗯。那我回去报，然后比如说你报10万，他11万，他12万，那我就跟他讲说有人要收10万，我卖12万嘛，合理嘛？那其实是卖了15万。没有啦 ，A 2万而已。其实我有跟他讲，我那时候真的需要那2万块钱。当时你们在跟女朋友谈恋爱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他们会拿你们出去跟人家比较，比如说小朋友说啊，老师，你的男朋友是9孔哎，那我们听起来其实也没什么嘛。可他觉得很丢脸，丢脸？对，你说前面那个是吧？对，他就那我们就分手了，九分离那个。对，八分八合，类似八分八合。会，我觉得一个人的长相啦，还有他的职业。足以影响你的女朋友对你的看法。那伟哥有人就你其实这种倒是有，就是类似这样的东西倒有。那你跟月亮比？我不是，我曾经把过妹是那种，他也跟你出来约会，然后该做的事情也跟你做。可是当你要跟他谈到身份，就是说，那你现在是我的谁嘛？我们谈到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我不是。他会告诉你说，我们不可能在一起，因为我们是不同世界的人。他是没有过因为世界呢？没有因为过长相。对，我也很闷嘛。可是说这句话的人，我碰过学生。我碰过上班的人，我碰过很普通的营业员。那你就是职业炮友，但是都是在床上跟你讲这句话的是吗？不，当然做完了有的是在没有啦，没有，有的是只有在追求，比方说你初次约出来的约会过程当中，哇靠，你真的好厉害哦，第一次约会就直接本垒了，没有啊，你刚才前面有讲啊，不是我刚羡慕你啊，那去演 A 片好了。他那个眼神又来了，我好害怕。来吧，我坐这里好不好？没有，我们今天要帮你保险，不要，好不好？那是不是因为你选的眼光都是这一个族群？其实不一定嘛。什么不一定？你都要高挑的，对不对？你都要。我是很好奇，这个八分八合，你怎么会？就是愿意承受这八分八合，你的心态是什么？等他回头呢，还是说你太爱他了，还是说他有什么你没有办法割舍的一种感情？有些人很奇怪，就是谈感情的时候，你碰到这个女的就是对的，就你就没有办法，你就没有办法抗拒她。就是说我懂，你眼睛闭起来就是她的，那你会愿意为她做任何事情，然后做的时候还不求回报。那讲不求回报，其实是骗人的。当然也希望他回报一点，就晚上是都多多少少，你会很渴望跟他在一起的那个感情，不管说是一个拥抱也好，或者是一个谈天也好，或者是说啊在一起。人家老师不容易啊，这就感情，我也是帮你配一个感情啊。对啊，那我已经哎，基本上哈还要有一点点东西才能够忍受，就是说你因为一直在旁白嘛，我还讲了没有多久，他在唱歌，对不对？唱，我已经忍受你30秒，你还不会自动停吗？停掉，其实我最重点是我愿意，因为我愿意跟他在一起，不管任何事情，我愿意。但哪一天我不愿意的时候，也就是大家没有缘分的时候。其实哦，九公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真的突然脑袋里闪过很多画面，我必须要讲。我觉得演艺圈真的至少待久的人都是好人。那事实上我包括我看过的人，包括在场的几位嘛，你有多硬，你有多野。其实我们最硬的时候，我们有一句话讲叫铁汉柔情，越铁汉的那个柔情起来是，就像我那天打电话给小康，我打电话给小康，他我疯掉，所以小康你在干嘛？我要等一下去 Costco 买个卫生纸，你要去哪？
我要去 Costco 买卫生，为什么？因为卫生纸没有，然后那个洗碗巾哦，我觉得稍微少一点，所以我再叫他买一个，应该到 Costco 比较打折。我说你等一下，好吧，那你去吧。但是我没有办法，我没有办法习惯你一个这么铁汉、这么 man 的男人要去做这么娘的事。不是你铁汉大便不擦屁股，你铁汉洗完碗又舔干净的。所以我没讲什么、啊，对不对？但是以前从来没听小康这样讲过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其实很，而且我身边很多，所以小康以前是不擦屁股的，什么话、啊？不是，但小康生活习惯倒是很多地方他妈很奇怪。有一天回家很得意的跟我讲，我哥，我给你买了一顶美国海军陆战队对八角帽，哇操，很屌，买到海军陆战队八角帽，所以我带着他洗澡。什么？戴八角帽洗澡？对，你可以想到他在他家里消耗天，他妈脱了光光，然后带一顶美国海军陆战队八角帽。有哭着求马子回来的举手。我有干过这事。九口有。大家为什么都在看你？啊，两个。我跟他握手就两个，不是啊？好啦，我跟你讲，真正诚实的男人是最酷的，对不对？其他三个人有为了感情是哭过，他妈好挪。不是啊，来来来，哭着求马子回来。我有哭，可是我没有求啊，我也没有求啊，我有哭啊。你干嘛握手啊？你们内心有求啊，只是我表达出来而已，你们没表达。你不知道，内心求你也知道。我看到了。应该是这样子。你既然不想他要回来，你何必哭呢？对，对不对？这重点很重要。你不想他回来，那你不想他回来，你哭和气吗？不是啊，我们说刚刚那个心态，所以我们都算是，我们不好意思，我讲的不够清楚了。你要清楚一点，就是我哭的，你回来吧，我真的很爱你。要离开我。对，这样子，对，真的没有，就类似的吧。你讲的比较 man 嘛。你有吗？也是这样撇住，回来吧。我还是爱你的。一样嘛，就跟我一样，不是一样？所以就是那个八分八合，也曾经这样。很久的往事，但大家年轻嘛，少不经事。你看不常哭的，你看中间那位，他如果真的这辈子哭一次的话，那马子永远记得他，不管马子也好，太太也好，不管他永远记得。可是他就是摔在那个不哭。对，可是问题他曾经只要为了某一个女人哭过一次，我跟你讲，那女人就死掉。那个意义不同的，你知道吗？意义不同的，在你们这惨淡的生涯之都九口。惨淡为什么要讲我呢？你有被女人倒追过吗？不可能吧？你怎么这样？你怎么这样啊？你立刻健身快！你不是话很少的人吗？你要想想看，他也曾经穿过空军官校的制服。你讲到这个，我跟你讲一下，空军官校呢，他没有军官在管理学生，空军官校所有的学生都是由学生选出来的干部在管理学生。那学生有一年级、二年级、三年级、四年级，对不对？你知道空军官校？学生的组织里面最大，就也简单的讲，就是学生的指挥官是他。那时候你几年级？我四年级啊，你三年级、三四年级啊，我是空军军官学校实习大队部政战室主任，听到没有？他进办公室是军队那种后面挂国旗，蒋介石那种，所有人看到他进来，起，他坐定位了，才很简单的，好坐。我有，大家才坐的。我有这个四个政战官，我有四个作战官。哇塞，旁边的厉害哦。那蛮优的。请问主任，你是怎么被退学的？那我是问的很多。我晓得，我那个校长是这样说的，信心超过能力了。他其实我觉得是个机缘的。其实你说刚才那个倒追的这个问题啊，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女生她都有她欣赏的男生。对 对, 對。其实那种示好，对我们这种长相来，对我们示好其实已经不容易了。你有被倒追过吗？倒追的定义看是怎样啊？我觉得示好，示好，示好其实是有的。示好想要当你女朋友，有这样的一个状况。那女孩子怎么跟你示好呢？你说最近吗？以前。最近啊，以前啊，以前的学生时候当然就是你好帅，你长得好像蚊子哦，你真是空军的榜样。你飞给我看。对。你吸我的血。那请问一下，他想到最近啊，比如因为最近是因为我们工作比较顺当，是然后加上就是说好一点，生活状况有改善，是。那你所接触的周遭的朋友来讲，其实他会给你一些示好，那其实说像以前我们要追人家，其实要很难的，非常难，人家留个电话给你都很难，只要是一个良家妇女啊，一个涵养不错的女生，她留电话给你的几率基本上是零。
那我常常被他骗，就是啊，你可不，我很诚恳说，你可不可以留电话给我？他真的留给我了，但永远电话不是真的。哦，哎，这很伤人哎。对，然后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到第五次的时候，我受不了了，我还是问的时候呢，他告诉我，那我就当场打，假的，骗。还在脸，那个骗我是很怨、很狠。哎，小伟，那有没有女孩子倒追你？对，有啦，从小到大还是有了，还是有。最近。最近他没断过，对啦，还好，就还是有，最近还是有，一直有，一直有。哎呀，伟哥出动，对不对？而且最重要的是，听说了，试过的都说赞，真的真的。他真的是他没有办法做客面的，他一定要做口碑的。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他以前那个店，以前那个巴德路那边那个叫什么店？阿狗狗那边，赖法狗狗加油站，对，赖法狗狗。我那时候在他那家店呢，就是我常常去玩嘛，礼拜五一定去报道。就有一天呢。就认识一个妹妹，那妹妹叫什么名字我还记得，她永远都是一个人，永远都是一个人。然后呢，只要我在的时候，她会找我一个人，我都是跟小郭顺子嘛。可是他们总会有我一个人的时候，她永远在我一个人的时候过来跟我聊两句，就是哎，你们今天不用录影啦，啊，你跟小郭来的之类的这样。然后以前常电影办演唱会，她就问我一些有的没有。有一天呢，我要走，我就走到门口，她不知道什么时候在门口把我拦下，她说你要走了，我说对啊，她说可是我没有你电话哎，我说啊。那你要我抄给你的？对啊，我抄给他。他说他隔两天他我在上班嘛，他打电话约我，约去喝咖啡。哇塞！然后去就送了一个小礼物给他，这个送给你。啊？我说干嘛？因为我那时候想法就是影迷那种之类那种，以前一直就很喜欢看你演戏像小东西这样。然后接着我们就点两杯咖啡就来，对不对？然后咖啡来我就加糖，搅咖啡，然后把牛奶倒下去。当我正在倒牛奶的时候，他这样。你好浪漫哦！买单，谢谢。我走。你觉得太蜂蜜了？我觉得太恶心，太做作。倒个牛奶有什么浪漫的？啊，对，因为射牛奶的浪漫，倒牛奶什么浪漫的？就很奇怪嘛。是啊，人家也没有错啊。我没有办法接受，我没有办法接受女人追我，我没有办法。我觉得你可以表示是好可以，哎，表示好感，嗯，那要不要追你？我觉得我是这样，我觉得我是野兽，你不可以喂我食物，你喂我食物我一定不吃，我再饿我都不吃，我要自己去猎取捕捉猎取。哎，那小康的也真的令人羡慕啊，小康都是有头有脸，然后身材脸蛋穿着都是，对啊，奇怪，怎么喜欢你这种大头鬼呢？哎，我不是啦，不是声音没有啦，楼梯在动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不是，就是好奇嘛，嗯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我觉得这世界上是公平的。不是，我也是这几年有一天跌倒才变这样。你看，凭我们两个现在的长相，好了，嗯，你看他的长相，嗯，然后再配合我的长相，好，有差很远吗？很远的。来，不需要你讲，就是说，大家看完之后，其实为什么老是追你的都是这么样的漂亮，然后。家世背景都很好的，然后也对你付出这么多的，为什么不同？截然不同？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？因为他对女人真的不一样，这都是命。对，我只能这样跟你讲，这都是命。你懂为什么？孙文也是很优秀，也得过影帝啊，对不对？没有人倒追我。对啊，然后追人家又追不到。可是像我觉得我们五哥里面，小康跟孙萌就是属于那种女人都很喜欢。我还好，他比较厉害。就是、看起来就是坏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们很多人都误解说，女人认为的那个坏是什么坏？其实带有一点情感的挑逗的性的色彩的那一种坏。哎呦，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都是。所以九孔的问题就是不够坏，他不但不够坏，而且他坏就坏在长得像蚊子。可是我觉得我最近变了，只要不要扮我自己的话，我觉得我还蛮帅气。你其实有你的型，你也有你的帅气，真的。你不要老穿任贤齐的衣服，你穿自己的嘛，才有自己的味道，就帅了嘛。太帅，他永远都这样，所以永远到任何一个地方，像刚刚小康会称赞说，哇，鞋子好漂亮。只有我看到他衣服，我永远不称赞他，因为只要好看的，一定是去对面任贤齐家干嘛的。现在当穿自己的嘛，当帅嘛。想这样，我说实在就。九孔，你应该是一个男人要有自己味道穿衣的一个逻辑，就是你不能老穿别人衣服，因为永远不是你。那我现在接什么？任贤齐，不要再送我衣服了。这什么？这是好。这伟哥有什么铁汉柔情的事情吗？什么叫铁汉？就撇数吗？也不是，就是为了爱做出一些比较
比较温情啊，或者比较特别的特别的事情。为了你曾经，你有没有曾经为了马子，除了耍浪耍浪漫呐、啊，被马子告之外，你有没有违背你原本的个性的？因为爱，我是帮他问，我没有，我没有提他的意思。有没有？我现在讲要再屌也不屌啦。不，一个男人气氛搞成这样，不是一个男人会被搞到被自己的女人搞，其实也不容易的。小伟啊。聊一下什么叫被马子告？为什么？我们就聊一下，奇怪，把它当一件事情。是这样，就我有一个，我曾经有一个女朋友，同居了六七年，嗯，就最后呢，这最后散了以后呢，一个多月我就收到法院寄了一个传票，那这官司现在在打。就我跟她分手以后呢，所有财产都没，所有钱也都花光，然后还有一些贷款是当时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贷的，那名字是我，那我就把它缴掉，我就负债出来，然后完了以后，她就伪造一张我开给她的本票。伪造这样我开给他本票，那开票日期跟还票日期是同一天，有没有人这样开这个票子？就有很多疑点，就这官司还在打，那我就不知道讲什么，就大概有这样一个事情。当时痛苦是，那你讲一下你当年耍浪漫的事。浪漫其实有很多，有没钱的浪漫，比方说，我有一次是在当兵，那时候跟我当时的前妻还没结婚，我人在当兵，那当兵身上本来就没什么钱嘛，到西门町看电影、吃饭、玩到晚上，两个人进去麦当劳，他买一杯红茶，买一杯可乐，然后一毛钱都没有。没关系啊，我有摩托车啊，骑摩托车回家，摩托车挂，摩托车挂怎么办呢？就我家住在青年公园那边，那就中华路二段那边，然后就带着他，我们就两个走路，因为没有钱了嘛，两个就走路走回那个青年公园那边，然后骑了我，对，是讲到这个，然后回家牵了我妈那个骑那个买菜那个很熟的熟女车那个脚踏车，骑车送她回土城，哇塞，然后我再骑车回家这样。哇塞，很远呢，很远啊，很远、啊。哇塞，中间来了爱几发？没，皮夹子怎么发？这拉你掉！我还有更远的，我还有更远。我念书的时候，我在把一个妹是那个雕刻家朱明的女儿，她现在还跟我很好，现在还跟我很好，我们是好朋友。就是我们曾经就学生时代这样，她家住在外双溪，嗯，我家住在新店溪。哇塞，你们坐船来回？对。然后有三天他没有来学校，那当时没有行动电话，只有家里电话，家里电话找不到人不接嘛，你就很担谈恋爱就很担心，小男生嘛就很担心啊，他怎么了怎么这样？就有个礼拜六我就坐公车去他家，当时的学生是只有那个一格一格的车票，30格，记不记得啊？捡，坐到外双溪2格，然后整张就念了废了，就到他家，我在他家等了8个小时，就中午下课坐车去嘛，到那边的时候是1:30。然后等了8个小时，到晚上他还不见人影，然后也没有人进出，这样我就从外双溪再一路走回新店溪，走回家是半夜3点，这样一路走回家。那你有没有看过朱明啊？我看过啊。不是，你怎么会问这个？对，你问的问题都是很奇怪的问题，是问，但是主题不大搭嘎的问题。不是，他的意思是说，你当初为什么不偷一点他朱明的东西，现在卖这个？你这什么态度啊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朱明看到你，他有没有一些特别的灵感？有啊，就是。我靠，太极系列就是。其实我真的没想那么多，但是当时他家真的是那种，你门一打开就。真的到处都是，有大的有小的，然后有粘在墙壁上，有随便乱丢的那种，到处都是。可惜哦。对啊，可惜什么啊？你当初拿10个，我们现在还要干这一行吗？对啊，所以那时候朱明朱大师那时候就很有名，已经有名了。那个时候已经很有名，已经在国际上很有名。他的太极跟人间系列已经太极已经很有名了。九孔有干过什么最浪漫的事情？我这人不是很浪漫的。我是比较实事求是的，那有没有干过什么感人的事情？我的浪漫通常都是人家教我们的，不是他啦，都是一些收梗，比如说他一般就是顺子啦，要不然就是少卿啦，毛起来教，因为我们不适合做浪漫的事，一直教教都他们的。然后比如说以前一个女朋友很久了，她不是大学毕业吗？大学毕业，然后顺哥他们就跟我讲，九孔你那花一定要盖住人，少卿啊，哇，居然那花捧出来，然后所有人穿黑西装打领带，然后旁边跟着一票人，马国碧啊，乱七八糟一堆，拉，什么花海，然后进去，然后就看到他，因为这个礼堂嘛，那个什么毕业典礼弄礼堂，从门进来黑衣，然后鲜花，然后整个部队啪啪啪啪走进来的时候看到他。对不对？献给他，然后就祝他，那人家怎么想呢？那父母都看，以为我们是偶像会，就感觉很怪，就对了，不属于你的浪漫，你千万不要学。
你学这个吗？我很久，在很久以前，在云南认识一个空姐，也是这样。这是自发性的吗？也不是，这次是绍兴教的。就情人节前夕嘛，他飞南非，啊，新加坡南非，然后再从南非飞到新加坡，那天刚好情人节。然后他们就在那边绍兴在讲，哎，九孔，你那天这样应该做个浪漫的怎么样？你就跟他说我没办法去，然后到时候砰就飞过去，请个假飞过去，啪，然后就一个拥吻在宿舍楼下，就蹦起来了。你干嘛那么爽的脸？会感动嘛？对不对？哎，也对哦。然后就跟他讲，哎，那没办法，去请假啊，什么什么之类的，然后自己就请假，然后买了票就去了。然后前一天钱还不够，还找几个兄弟打那个大佬23张，故意大家还故意输给你，对不对？感谢了。感谢小齐啊，这些人都很好的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就去了，飞到那边去，然后在他们的宿舍楼下，然后买礼物啊，第几什么有卡片啊，在第几张几棵大树下面怎么样，玩了很多游戏啊。我现在想起来就是很无聊的，幼稚。对，就搞了半天，然后当上去下来的，其实他是跟别人在一起，就你一个很闷嘛。哇塞！就说其实有时候不用再搞这些浪漫了，你换来的都是你的伤心，你何苦呢？对对对，我操，浪漫浪费，幼稚。真的，再想想真的。所以我现在很少送人家花。你两位是怎么追女孩子？九口追女孩啊？追女孩其实我们就远远看着她嘛，然后看着看着，然后眼神会交汇啊。其实我觉得那个感觉是很重要，这是一种感觉，只能感受而没办法察觉。从两个眼神交汇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你可不可以上去。比如对面一个女生啊，比如这样看一个职场或等等，你看她，你能够认识她是一种缘分，然后看那眼神的交汇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那你确定跟她还不错的时候，感觉还不错的时候，我说我在旁边观察她，然后可能观察三个月，当我要确定要追她三个月，我打比方了，可能有一段时间，就说。我确定要追她的时候呢，我觉得我很糟糕的一点就是说，我确定要追她的时候，我就是要娶她的那个感觉嘞。哦，对，这个比较麻烦。可是问题现在女生跟你上床都不见得要嫁给你，对，就糟糕在这个地方。对，太好了，那种个性很糟糕的我，就是你太容易就是往那个条路走，你会吓到女孩子。不是，我觉得很多男生都有这样的毛病，你知道吗？尤其最多的毛病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嘛，当我们十几二十岁的时候，其实我们要去把妹，我们都想办法把自己搞得很正经。然后想办法让自己很酷，其实你想办法把自己搞正经跟搞酷，那已经是一种紧张了。那个紧张是什么呢？为了掩饰你心里的冲动，其实脸上就写着我要，所以打不到妹嘛。我要，所以打不到妹嘛。别说啊，我是讲实话，真的嘛？就现在，所以根本把不到妹嘛，这是真的啦，真的嘛？因为我在店里常常看到很多男孩子，对，那个脸上就是写的猴急。对，我要。哎，对，猴急好听，快出来！就是写这样。对，那我在我脑袋里面从来没有"把妹"这两个字，我永远觉得啊，就是跟你聊两句而已嘛，那就是认识一个新朋友嘛，就这样子而已。我也不会因为你特别漂亮多跟你聊两句，因为你特别丑不跟你讲话，因为通常丑女她的好朋友都很正。那漂亮的你万一这个把不到，好了，这个漂亮的既不是你朋友，她的朋友你也念。那我们现在就交朋友。我说过一句话，以前你常常去店里面，或者是去别的夜店，去之前想的哇完美，对，晚上把一个，然后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那天晚上永远是念。然后当你说哎不要管他，今天晚上搬酒就好了，搬，哇塞，这女的怎么这么正呢？好像还跟我笑。所以不要有预设立场，不要预设立场，因为你预设立场，你一下就猴急了嘛，一下就那红旗德人嘛，红旗最强，不然锐利什么东西这样，那是软一点嘛，那是硬的这样干什么？你知道以前啊，小时候企图太明显，就小时候嘛，大家都会这样，一到店里面太激动，女孩子又比男生更敏感，你远远走来他就知道你想干嘛，那最屌的就是我们这种，是你根本不知道我要干嘛。我可能只是跟你讲两句话，讲了两句，我根本不会看你，可是我知道你要干嘛。我没有跟别人说，我知道你要干嘛。你现在有一个还不错的女朋友，正在追求中，对，结婚了吧？也就是大家，对啊，你不是今年吗？不是，其实这样会有点压力了。为什么？其实我觉得好好的大家，因为把彼此的一些缺点啊，我现在看到大家婚姻的相处模式，其实都会有一些摩擦啦。其实我觉得把它处理清楚之后会比较好。我觉得这是重点啊，记得哦，结婚还不容易吗？结婚很容易的，真的，但离婚更容易，离婚才难，离婚才难。我告诉你，形式上离婚5分钟就完了，
不是因为在形式上你签字我签就完了。你看现场，你看现场，一二三，比如说打比方啦，因为我不确定，打比方有三个人结过婚，但有两个人离过婚，这几率太高，所以说我们在婚前，其实我觉得这个磨合是很重要的。不一样，不一样嘛？你有什么意见？在想怎么磨合、啊？结了婚以后跟结婚前还要再磨合一次，对，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对，你有怨哦，你是不是也快了？那你叫我们这些后生晚辈怎么？人家好得很。我们这后生晚辈就会害怕了。我跟你讲，结婚好啦。你会算命哦？我不会算命，但我觉得有一点点毛骨。九孔，像你像我这种人哈，就结婚了啦。对，你是适合的人，我知道。然后好好工作啦。但我现在就这样子，没有，我可以借这个时间嘛，就比如说他有在看的话。好 ，OK， 来，我们现在给九孔，九孔来，请看这一集。其实我们这一辈子对他讲，你不要对我讲，你讲。其实我们这辈子对情感的路程来讲，其实我们的感受不是那么好，我们得不到一个真正那种很疼我们的爱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。那我们可能家累啊，有很多很多很多，我们烦我们的工作，烦我们的家庭、兄弟姐妹等等，我们已经头肿起来了。那当我们想要回家的时候，其实我们需要一个是一个很贴心爱我们的人。那当然我的个性我的脾气也并不是很优，那我希望回到家里面是一个属于我的避风港，这我就愿意结婚，只是避风港就好了。然后多体谅我一点点，然后可能慢慢讲。如果你讲，就对我的这个个性的拗了，我觉得其实要多包含一些了。那我觉得我们可能磨合会更好一点点。那当然，有些女孩子她生长的环境好，她可能会有一些大小姐的脾气。嗯，那是不是可以因为你爱我做个修整？那你也修，我也修整一下。那可能我非常不喜欢的，比如说喜怒无常的感觉。太高了，好 ，OK 了。其实我觉得这样也好，这样一个衬底比较不会那么感伤。因为她如果不唱的话，我真的就哭了。真的，那我不要唱，那我不。不要唱，快点，求死你，快求死你。不是。我们听像刚刚九孔这样这一段话对他女朋友讲，其实九孔是有心的。再跟你解释一下，你需要一个避风港，可是女孩子想法不只是避风港，她要把她整个根去扎在你那边去，她这辈子就只有你嘞。所以他想的当然会比我们更要复杂一点。所以说你们两个之间都需要一点时间，所以你要给他一点空间，等于给自己一点时间。对，听他讲嘛，你知道吗？沟通，听他讲，只要两个都有心，一定可以处理好。刚刚讲到时间吗？是。Time is killer. Good. 你的问题解决了，我们现在还有另外一个平台，就是伟哥，我们知道伟哥现在都一个人。好，那我们希望就是这边有个平台帮伟哥争一点炮友。啊？什么？不要啊！没有开玩笑。那喜欢伟哥的也希望啊，大胆的去爱伟哥。不要再来太多，不要再来。知道我尽量，好不好？让伟哥也感受到他也有能够有一个避风港。一个人想，一个人走。所以我想跟伟哥说，其实九孔一个人，这个人我了解他。他那个这个刀子嘴豆腐心，那他有个特性，就当两个人在沟通的时候呢，他的话会多过他的耳朵，所以呢，你再多给他一些时间，那我相信他会愿意听你讲什么。那这个人我真的敢打包票是，他绝对是一个善良、可靠的人，然后也绝对是一个可以当老公的人，好吧？相信哥哥一句话啊。好，最后呢，我们希望今天伟哥再带来一个扭脖子。开玩笑，先谢谢两位，大家都加油，谢谢，谢谢。你曾经减肥减到什么？食道发炎。对，我其实食道吗？食道发炎。那还有什么道？呼吸道啊，对不对 ？OK 啊。减肥可以减，跟呼吸道有什么关系？少呼吸一点空气，然后最后发炎。那跟食道什么关系？减肥当然对啊，你知道极致在台湾的台语来讲是什么？怎么写？金峰巧克力。金峰。对你讲一点国际话都没。